现在的房子能打动人的往往就是品质了吧。来感受一下你们家这个100米的入户大门啊，这个是小区的一个主入口，两边的话就是停车场的一个出入口啊。进门这里呢有一棵150年的一个迎客松，户型从113到200多平都有啊。我们一起去样板间看一下吧。我们现在在的户型是129平的一个精装大四房，横厅的一个设计啊，把这个门直接推出去做一个封窗，一线的山景还有高层还有海景的啊。这个户型还是实用率还是非常 OK 的，100%的实用率。你看这个厨房的空间，这边还可以摆一个双门的大冰箱。一进门口有两个房间，包括收纳柜，全部都是胶标啊，中央空调、背景板、厨房、厕所，这些都是胶标来的。你看楼下小学、中学都在家门口的，可以目送教学。300米，你看华发商都轻轨站都在家门口了，是吧？啊，这个主人房，你看这个飘窗，这个采光面啊，10分钟左右又可以回到口岸了。喜欢的家人，下方留言吧。